孩子在哪儿？就在我们这里。把小孩放了，虹口道场不是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孩子不能放，你也不能走。站住！好，既然不讲规则的话，是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如果你杀了千代， 你和那个小孩都不能活着离开虹口道场。我可以不杀他，我也保证留下。但你要保证放那个小孩走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保证留下，我一定放了那个小孩。你保证？我不相信。那你想要谁来保证？柳生静云。 陈真，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？这里这么多东洋人，但是我只跟你讲，你能帮我把这个小孩送出大门外吗？志新就在外面等你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可以。 陈真呢？对不起。